你好，今年我33岁，你觉得33岁老不老？如果你20多岁，可能你觉得我很老。如果你40岁、50岁、60岁，可能你觉得我不老。好，那我觉得我不老。可是我在20岁的时候，我在25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常常觉得我很老。我不喜欢告诉别人我的年龄。如果别人问我，我说，你猜猜。对，我不喜欢说我的年龄。对，我在25岁的时候，我有很严重、很严重的年龄焦虑啊，我很担心，我觉得我很老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25岁的时候，我有很多压力，我有工作的压力，我有结婚的压力，我有生孩子的压力，所以这些东西让我很担心，我太老了。对，所以我在25岁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很老。那个时候我觉得如果我变老，很可怕，怎么办？好，那我27岁的时候来澳大利亚。来澳大利亚的时候，我决定我不要生孩子。好，我觉得因为这个决定，我马上觉得我很年轻啊，我有很多很多时间，我可以做很多很多东西。对，在澳大利亚，我没有家人亲戚给我压力。如果我在中国，可能我的家人、我的亲戚会常常说啊，你应该结婚，你应该生孩子。可是在澳大利亚，我没有这个压力。在澳大利亚，我认识很多人，他们都没有结婚，他们都没有孩子，他们比我更老，所以我觉得，我不应该担心，所以现在我觉得非常，轻松，非常轻松。现在如果我碰到一个20岁的年轻人，我不觉得，我很羡慕他，我不觉得，因为我觉得我在20多岁的时候，我不是一个很快乐的人，在那个时候，对，我很年轻，我有很多很多时间，可是没有用，我没有钱，我不可以去旅游，我不知道我要做什么，没有用，那个时候我不是一个很开心的年轻人。那个时候我很在乎，他们喜欢我吗？如果他们喜欢我，我很开心；如果他们不喜欢我，我不开心。所以那个时候我很在乎别人怎么看我，怎么看我。对，所以20多岁的时候我不快乐，我很焦虑，我很担心啊，以后怎么办？现在我33岁，我觉得非常非常幸福，非常幸福。好，那我想，为什么我觉得很幸福呢？可能因为我有3个东西。有一个哲学家，他叫伊壁鸠鲁，很奇怪的名字。他说，如果你要做一个快乐的人，你需要3个东西，3个。第一个是友谊，就是你需要好朋友。如果你没有好朋友，可能你会觉得，一个人很孤独。对，所以你需要友谊。好，在澳大利亚，我觉得我没有很多很多好朋友，可是我有很多学生，我很喜欢我的学生，他们每天告诉我他们的想法，所以每天我都听到
新鲜的想法，然后他们也告诉我他们的故事，所以每天我都可以听到很多新的东西。对，这是第一个，我有很多学生，他们让我觉得很开心。然后第二个是因为我有男朋友，我不是一个人，所以我知道他爱我，所以我觉得啊，我被爱是很重要很重要的。其次，因为我是中文老师，我不在一个公司工作，我不在学校工作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我没有老板，没有同事，没有同学，我的人际关系非常非常简单，对，没有很复杂，很复杂的人际关系，所以我觉得因为这个让我的生活很简单，很舒服。所以呢，第一个，我觉得我拥有友谊。好，那哲学家说第二个东西是自由啊，自由。好，我觉得自由非常非常重要，最最最重要，对我来说。现在我觉得我住在一个很舒服很自由的地方，然后我觉得我的工作很自由，我有足够的钱去旅游。我不需要很多很多钱，所以我不需要做我不喜欢的工作。我没有孩子，所以我有很多很多时间可以去做我喜欢的东西，可以去试试新的东西，去探索我的爱好。所以我觉得今年我的爱好非常非常多。我的爱好也让我觉得非常非常开心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我非常自由。我很感恩，我觉得自由让我很开心。好，那第三个，哲学家说你需要思考的能力，这个我非常非常同意。我觉得很多很多人不快乐是因为他们的想法，可能他们很在乎别人的想法，可能他们觉得面子很重要。可能他们没有很多钱，所以他们不开心，因为他们觉得他们需要很多钱。对，可能他们没有一个东西，可是他们要这个东西，所以他们很不开心。好，那现在我觉得我更成熟，所以我不太在乎别人怎么看我，他们喜欢我不喜欢我都可以，不是很重要。我也觉得现在如果我碰到一个很难的问题，我觉得我可以解决，不用担心，所有的问题都有解决的办法。如果有一天我很难过，我觉得没有关系，很难过也是正常的，我可以慢慢的消化，慢慢的接受我的情绪，所以没问题。好，我觉得在中国的文化里有一个东西，不是只有中国的文化，很多文化都有，这个东西叫道德绑架。意思就是你做一个东西，如果别人觉得不好，他会说啊，你不是一个好人，你不道德。好，如果你不结婚，可能很多人说你不负责，对，你没有责任心，所以你不结婚。如果你不生孩子，可能很多人说你很自私，对，你很自私，你只想着你自己。如果你不听爸爸妈妈的话，可能很多人说你不孝顺，你不是一个好孩子，你是一个坏孩子。很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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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西都可以道德绑架。那现在我觉得我更成熟，所以如果一个人要道德绑架我，我觉得很难，因为我有自己的想法，所以如果我听到很奇怪的东西，我会说哼，那笨蛋说的话我不在乎。我觉得如果你要听一个人说话，
你应该听比你更聪明的人说话，你不应该去问一个笨蛋的想法，你应该去问一个哲学家，你去问一个心理医生。对，所以不要听太多笨蛋说的话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我有思考的能力，如果我有问题，我会去看书，我会看哲学书，我可以看心理的书，我可以自己帮助自己。好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我拥有这三个东西，友谊、自由还有思想，这三个东西我都拥有，所以我觉得我非常非常幸福。你呢？你觉得你幸福吗？为什么呢？留言告诉我。好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